今天呢来分享这款双螺纹的由下针上针简单的针法组成的瓜皮帽，一款最简单最经典的永不过时的这款瓜皮帽，特别是和新手上手。我会陆续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织物的手作笔记啊，请关注收藏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。好，朋友们再见。